大家好，是网购。现在其实我应该要做都市传说的时间，因为现在也九点多、十点、十一点、十二点了。为什么我眼前却摆着这么多的饮料呢？因为有一天呢，我老木他在画画，就看到他把红色加绿色，很神奇的变成了黄色，然后呢，蓝色加黄色就很神奇的变成了。算了，总之就是很神奇的变另外一个颜色。那我就在想，既然画画颜料可以这样随意的变换颜色，那饮料是会遵守自然界的法则吗？如果我又把全部的饮料混合在一起，那会是什么味道呢？感觉就像是黑色的饮料，然后会冒出啵啵啵啵啵啵啵那种泡泡。OK， 那就让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在我调配啵啵啵啵饮料之前呢，我蛮好奇，我最爱的爽健美茶配上牛奶，不知道是什么味道，先来试试看。哇，这是奶茶的颜色，好像蛮厉害的。是可以的，它是可以的，再加一点糖，它们是可以搭的。OK， 我们就来调配 mix 饮料吧。腰酸背痛。哎呀，上面一层层好像发霉的感觉，里面超多那种白色的混浊物。好了，最后一滴。完成，这就是我们所有饮料 mix 出来的样子，真的有冒泡泡哎，大概就长这个样子，不是应该是黑色的吗？这闻起来是咖啡牛奶混合馊水的味道。来啊，三、二、一，还好哎，真的还好，真的只是咖啡牛奶，然后一点点过期的感觉而已，这样怎么可以嘞？既然我们刚刚发现这个饮料这么恶心，那绝对是要来做一些事情的。我们一号线索其实是非常镇定的看着我们的摄影机，接着拿起手中的饮料，轻轻的闻了一下。哦，他喝下去了，他喝下去了。他能够坚持多久？他伸锁眉头，他伸锁眉头。哦，他说好了，淘汰。二号选手马上接过酒杯开始喝，还把心情哼成歌，他毫不犹豫地喝下去了。哦，果然心情全部都写在脸上了。旁边的一号选手还顺便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微笑变美味，淘汰。现在我们一二垒有人，究竟我们的三号参赛者能不能把住最后的荣耀呢？我话还没讲完他就吐了。一号和二号选手还有我们完美的演绎了五十步笑百步啊，淘汰。如果说你们要问我这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什么，那我想除了我的下面那一根之外，就是四号参赛者啦。你们可以看到他很豪迈的喝完了一大口之后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没有感觉啊。”没有感觉吗？真的没有感觉吗？要有什么感觉？你不是很饿吗？还好吧。